Today I'm going to visit another friend. We're going to pick some vegetable first. She want to have some pea shoots, so we're going to pick some. This is the variety for growing pea shoots. We already picked it the first time. Now this is all side shoots. We pick the youngest part, only the tips. I think this is enough. She also wants some Chinese chive. I picked this part because they look very tender. Chinese chive. Good. We also have some very good late choice some. You see the flowers are blooming? We're gonna pick some for them too. You see this late choice some? You see all that side sprout? This one here is main stem. You see it's much longer and thicker. Another main stem. See how much thicker? This is my fingers. This should be enough. Here we go. 今天 Vicky 给我们做潮汕牛肉丸是吧？虽然说可能不正宗，但是呢，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好，而且这个材料也非常容易买到，就是 Costco 的 organic ground beef 非常容易买到，非常适合那种比较忙的妈妈、家庭主妇呀，然后 Costco 的这个肉质量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你看它这个里里外外都是一个色，然后呢，咱们把它放到这个搅拌机里面。OK， 你看一下这个肉搅成这个样子，差不多了。一勺盐，2勺糖，1勺姜粉，1/2勺蒜粉，1/2勺黑胡椒粉，1大勺鱼露，爆打粉2勺。 然后呢？加水，170克，冰水是最好，我是放在这个冰箱里面。这就是黏糊糊的这个感觉了，是吧？我们现在开始烧一大锅的水，水泡上。 任何淀粉都可以，我现在手上有土豆淀粉，我就加土豆淀粉，2大勺，然后又去搅，线的，像拉丝一样，它有很有筋性的，哎，对，很细腻，而且很粘稠，哎，对，这样就可以了，80多度，对，不要烧开，呀，不要烧开，对。 那个手呢，用水打湿，还有这个勺子用水打湿，这样它就不粘。这个肉馅儿哈，特别的粘。这个圆子下去就凝固了嘛？它不会散。对呀。然后就浮上来了啊。对，浮上来就好了，这手艺还差了一点，就是没搞得没那么圆。已经很好了。 你看那块有一个辫子，这个圆子上来就很漂亮了。你看浮起来的就很漂亮了。我不知道它为什么它那个就是没我这个好吃，我差吃过一次我就做了好多次。因为你用的是货真价实的好肉啊。对，我这丸子简单吧？简单，我以为做不了那么快呢。我待会儿你再尝一下那味道。肯定要尝的。 重要的就是你原材料比较容易买，速度快、简单，你知道吧？对，你很适合这种快节奏的生活，丸子还是比较自豪的。我觉得非常好，你看你这个圆滚滚的，太漂亮，漂亮漂亮。我然后把它放进冷水里面，按道理是用冰水嘛，我觉得冷水已经差不多了。然后，然后咱们的圆子就完成了。然后呢，你就。 等它冻了之后呢，就放在冰箱里冻上，你随吃随拿，多简单呀！哎，真的是大家做起来。
太快了。我现在就可以吃了。你看，拍一个这个里面。这个好吃哎。好吃吧？有弹性。很有弹性，特别香。可以说可以打乒乓球的，我们试一下。没弹性啊。嗯。可以可以。切点番茄，我准备做一个番茄丸子汤。然后咱把这个炒一下，炒一下加粉。这个是小熊的豆芽鸡 ，Vicky 做了一大堆的豆芽，好多呀！哎呀，这个长得好，你看，好粗哎，你看看你这个。白白嫩嫩的，很好。嗯，啊，哇，这个太漂亮了，又干净啊，又干净。我看一下里面是什么。哦，这个喷水的。对，你这个豆子放在这个里面，完了之后呢，哈，你把这个给它压住。嗯。压在上面，然后这个就喷水，定时喷水。啊。喷水呢，它这个水喷得很均匀哈，就是你就把水加到最高的位置。把这个往上一放，盖上盖，然后你就擦后面。绿豆功能、蔬菜芽功能，还有其他的豆，做什么你就按一下，它自动设置好时间了。你又学了，我下次我自己弄一次。这个是糖吗？哦，盐巴。哦，这个盐。我就非常简单，就是盐、胡椒。我们的主角丸子。九个。你还要数的？我数一下，看你吃多少了。我再放点豆苗进去，光冲就好了。开了豆芽。咱们有白的，有红的，还有绿的。这豆芽漂亮。漂亮。粉丝也加进去。这个颜色搭配就很漂亮。你看这根这么漂亮了，还问我怎么样？Vicky makes excellent meals every day. I'm always like my cooking. It's yummy. The meatballs are really good. And they go good in a soup like this. I make many times this meatball. Just 什么名字 ？What's name? Cisco. Cisco. Hello. Hello. 你看他们家这个宠物太可爱了。Hello. He is thinking. Well, good birthday. Hello. It's good bird. That is the magic. What a good bird say. What a good bird say. What a good bird say. Hello. There's a good boy. Good boy. Yeah. Oh, good boy. Yeah.